朋友们，你们好，现在播出哈维新闻。五月过后就要进入夏季了。从六月份开始，世纪公园每周三晚上都要举行一场音乐会。暑期夏令营就要开营了，青少年将参加表演、朗诵、唱歌等活动。舞蹈比赛将在哈维举行，获奖的选手将参加全球华人舞蹈大奖赛。如何在夏季保持健康的生活？马医生将来我台回答观众的问题。夏季怎样保持足够的体能？请看本台专访。昨天晚上，哈维华人男子足球队赢得了足球比赛。华人钓鱼比赛，哈维的牛大爷经过角逐夺走金牌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朋友们，你们好，现在播出哈维新闻。五月过后就要进入夏季了。从六月份开始，每周三晚上都会举行一场音乐会。暑期夏令营就要开营了。青少年将参加表演、朗诵、唱歌等活动。华人钓鱼比赛，牛大爷经过角逐夺走金牌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朋友们，你们好，现在播出哈维新闻。五月过后就要进入夏季了。从六月份开始，四季都有，每周三晚上都要举行一场音乐会。暑期夏令营就要开营了，青少年将参加表演、朗诵、唱歌等活动。华人钓鱼比赛，哈维的牛大爷经过角逐夺走金牌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朋友们，你们好，现在播出哈维新闻。五月过后就要进入夏季了。从六月份开始，世纪公园每周三晚上都要进行一场音乐会。暑期夏令营就要开营了，青少年将参加表演、朗诵、唱歌等活动。舞蹈比赛将在哈维举行，获奖的选手将参加全球华人舞蹈大奖赛。如何在夏季保持健康的生活？马医生将来我台回答观众的问题。夏季怎样才能保持足够的体能？请看本台专访。昨天晚上，哈维华人男子足球队赢得了一场足球比赛。华人钓鱼比赛，哈维的牛大爷经过角逐夺走金牌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朋友们，你们好，现在播出哈维新闻。五月过后就要进入夏季了。从六月份开始，世纪公园每周三晚上都要举行一场音乐会。暑期夏令营就要开营了，青少年将参加表演、朗诵、唱歌等活动。舞蹈比赛将在哈维举行，获奖的选手将参加全球华人舞蹈大奖赛。如何在夏季保持健康的生活？马医生将来我台回答观众的问题。夏季怎样保持足够的体能？请看本台专访。昨天晚上，哈维华人男子足球队赢得了足球比赛。华人钓鱼比赛，哈维的牛大爷经过角逐夺走金牌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朋友们，你们好，现在播出哈维新闻。五月过后就要进入夏季了。从六月份开始，世纪公园每周三晚上都要进行一场音乐会。暑期夏令营就要开营了，青少年将参加表演、朗诵、唱歌等活动。舞蹈比赛将在哈维举行，获奖的选手将参加全球华人舞蹈大奖赛。如何在夏季保持健康的身体？马强壮医生将来我台回答
观众的问题。夏季怎样才能保持足够的体能？请看本台专访。昨天晚上，哈维华人男子足球队赢得了足球比赛。华人钓鱼比赛，哈维的牛大爷经过角逐夺走金牌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